往哪里跑？抓到一只小甲鱼，你往哪里跑？嘿嘿抓回家当宠物去，在水沟边上抓了一只小甲鱼，今天运气挺好的，上货。2斤的草鱼，来来来来，开门红。今天来夜钓，刚才钓了一条差不多2斤多的草鱼，老二又买了一张椅子来了。自从跟着老二钓鱼啊，这我媳妇从甘孜回来，我都没怎么在家好好睡个觉，天天被媳妇骂。今天没拿鱼回家，我媳妇不让我进门，我跟你讲。我拉上大货喽！哇，拉着要打，炒鸡又做饭来了。辣椒炒肉，炸鸡蛋。啊对，是的，辣椒。好咸。什么时候吃饭都是野外吃香。今天最后一次夜钓，没上货，我今天没上货不来了，还是想吃这还有货的，搞得我老婆现在肚子空，天天骂我，一到晚上就不在家，哟，哦，告诉你，这都啥子钱？还有，现在我没钓了，让老二跟螃蟹钓，我的杆子太短了。现在你们站在后面都要勾死你，勾不到我，反正勾不到我，勾不到是吧？这是啥，兄弟们？大扁鱼。今天的收获啊，7斤多的草鱼，将近这个7斤多的大头鱼，还有一条小草鱼，一条扁鱼，可以，4条鱼刚好，一人一条，收工回家杀鱼。现在钓鱼回来了，啊，这条鱼差不多有6斤了，老二钓的，老二钓了一条草鱼，一条扁鱼，螃蟹钓鱼要这，洗澡睡觉。